切。他鬼鬼祟祟的从巷子里出来，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肯定。乌烟瘴气的，他来这儿干什么？是垃圾，全是垃圾，什么味儿？谁有好事了？我说他们两个，难道会是你这个野丫头吗？好，舒老板，你也这么巧啊？没有，我是来跟金老板学做买卖的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大家肚子有点饿了吧？难得这么巧啊！今天我做东，请大家吃饭。啊，金老板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有点感冒的，到药店熬完苦茶喝就没事了。好好，走。喝喝喝！哎哎哎呀，我说老潘呐，哎，你怎么样啊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啊，一想到老陈一家，心里是有点不舒服啊。哎，老陈一家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啊？可不是嘛，先是老陈呐生意失败，欠了人家一屁股债，老伴又疾病死了，连殓葬费也没有啊。是啊，还有他娘，也不知道染上了什么顽疾。哎，大夫看了好几年也没有治好，最惨的还是他那九个孩子，大女儿要卖到青楼抵债，这二女儿呢要嫁到临县当童养媳，三女儿要卖到大户人家当奴婢，老四和老六又天生残疾，老九刚出生就没了娘啊。哎哎，我要是老陈呐，哼，干脆就来个一了百了，拿把菜刀自尽算了。哎呀，老陈穷的连菜刀都变卖了，连菜刀都没有了。哎，老兄啊，啊，你说的那个老陈究竟是谁啊？就是城西小巷巷尾的那个老陈呐。啊，谢谢谢谢啊。哎，想不到，竟然有这样的人间惨事啊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丢了东西。人老了，整天在外面跑，弄得浑身酸痛啊！我还是先回房去休息了啊！金老板，你有病在身，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小云姑娘，今天一天你也挺累的，吃完饭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向大哥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哦，我也先回房了啊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哎，这位客官有什么事啊？你知道哪里有卖油漆的吗？知道，从这儿出门往右，万圣节拐角就是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好，你去吧。店小二，刚才他都问你些什么？他问我在哪能买到油漆。油漆？啊啊啊！谢谢啊，好，没事了。油漆。你娘没教你进门的时候要敲门呐？你怕什么呀？做贼心虚啊？哎呀，我又不像你呀，四处骗人，哪会做贼心虚啊？是吗？有事快说，说完就走吧。没什么，我买了瓶法兰西名贵香水，专门拿来让你闻闻，香不香？什么味道也闻不到啊！不会吧，这瓶香水很贵的。哎呀，多喷几次就行了。我这两天伤风感冒，鼻子堵得非常厉害。不要说香水的味道，一坨大便放在这儿，我也闻不出来呀。不会吧？哎呀，真是可惜啊！这瓶香水很贵的，简直是对牛弹琴。我去找向大哥好了，跟你说也没用。好啊。
往哪儿跑？你连神犬金比多，不是金多多，金多多也没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跟踪我？连买刀自杀的钱都没有吗？哪来的钱悠悠期呀？小元宝，看你往哪里逃！小元宝，不玩了，追！擦不掉啊！谁呀？你是谁呀？谁？是你啊！哎，你怎么穿上我的？怎么会穿上你的满是臭味的笑脸元宝一行衣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今天故意在你面前撒香水儿？那又怎么样？我知道你染了风寒，所以呢，嗅觉就不那么灵敏。就故意把香水洒在你的身上，就是凭着你身上的香味儿，我才找到了你更衣的地方。香水味儿，还有阵阵我舒小小特有的女儿香，历久不散。你不用污蔑我，我从头到脚都是一个老实的小商人。你现在说我是那个什么笑脸元宝，鬼才相信你呢。是吗？我刚才在外面碰到小云和向大哥，他们去抓笑脸元宝的计划失败了。为了鼓励他们两个，我今晚决定请他们过来吃夜宵。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你心知肚明了？我哼，你说我污蔑你？好，我就看你这只朱砂掌让向大哥看到，如何跟他解释，要不然就自己砍掉他。不，舒老板，有话慢慢说嘛。好狗不挡道啊！大家总算是相识一场，万事总有个商量嘛。先喝杯茶再说。哎呀，让开，请坐，请坐，坐吧。舒老板，你我都是聪明人，就算你戳破了我，那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也是聪明人，我不戳破你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可以，哪怕舒老板吩咐小弟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在所不辞。
我的要求很简单，请讲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让你偷什么，你就帮我偷什么。哎呀，那怎么行呢？不行啊，随便你了。向大哥马上就要过来了，我看你还是赶快把右手砍下来吧。啊，其实我舒小小也不是个趁人之危的小人，我想办法帮助你。啊，我这儿有一瓶松节油，可以擦去你手上的油漆。啊，你就好好想一想吧。嗯。喂，舒老板。好，我答应你了。喂，小二爷，驷马难追的嘛。这笑脸元宝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麻烦了！怎么了？啊，你闻闻，有什么好闻的？有什么好闻的？我鼻塞都闻到这么大松节油味，你说相捕头能闻不到吗？啊，麻烦了，他会推断出你的真正身份来的。怎么办呢？金老板，我是向南飞啊。怎么办呢？哎，想个办法，快点想个办法呢！到底怎么办呢？快想办法呀！有了，有办法了！哎，什么？这是西洋花露水，多喷点。啊，对，多喷点。好，来了！哎呀，请进呢！舒姑娘。金老板，我是想呢，这里好像有股什么味道。什么味道？好像是花香的味道啊。啊，是啊，我这瓶花露水啊，是托朋友从法兰西带回来的，很贵的，很香的。西洋花露水？是啊，难道你闻不出一阵蔷薇花香的味道吗？干嘛？哎，不对呀，你身上还有一股香水的味道。哦，是啊，金小二的房间又脏又臭，我看不过去了，就顺手给他喷了一点儿。舒老板，谢谢你的盛情，我看这宵夜怕是吃不成了。我是专程来和你说一声，我还得赶回去和祝捕头会合，他已经封锁了城门，正在搜查笑脸元宝的下落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向总，你不吃夜宵吗？很好吧，这次我再抓不到笑脸元宝，我怕我是真的要吃不下东西了。是，公事要尽快的去办吧。我打过去吧。哎呀，向捕头走了，我也回房休息了。